开始了。开始了。来，一般发球的时候，你站在这个位置，你杀这个角。啊，你要争取起拍能杀这个角。如果你到这中间球拿不平啊，很多防守你很不行。我如果是在正手啊，我就站在这个，因为我要靠一个背来打。不管是我看发球在哪里，对，你站在他这个位置。哦，你说后面是吧？对，你在后面的时候，我是一只脚就刚刚过，是这样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你要到这个位置，你要站到这个位置，你才能把这边很好的打。因为一般人很少打到正手，穿这个位置。因为你很多球到了防守很不准，你就稍微调整一下。因为在这边你直接抽中防守。对对对，对啊，所以要调整的。昨天我看过很多，有很多问题是，那就叫反手是很对的，所以你就稍微挑，比如说不管前腿，发现这个问题的，就到一步到上臂的位置，你叫三了。我今天都感冒了，今天感冒了，状态非常好。好，我今天说没事，哇，真的是累了，但这把扳回来。我今天虽然今天很难，但是我体力有，今天就是个手，我接了就是，今天这把体力，哎，那就是。可以洗澡了。
个速度，应该两三天就下来了。我今天就不是试水下很好，因为以后有机会可以来这边驻场，就是想打的那种，那就是。Yeah.